乌头高山脆萝卜干，它有香辣味和麻辣味两个味道啊，这个肯定都不陌生。这个真的是巨好吃，也巨火。推荐咱们拍两罐是19.9，一罐的话是12.8，可以拍一个麻辣和一个香辣的。如果你不喜欢吃麻辣的，就可以只拍香辣的啊。这个萝卜干就是四川的风味啊，在他那边是非常的有名气，而且很好吃。倒出来就是这种，配个米饭呀，或者是夹在饼里面，老下饭了。它不怎么香啊，但是很辣，脆脆的，很好吃。